在家乡的时候，就是靠陈局一个人打理我的生活起居。这么乖巧，这么贤惠的女人，你不娶她为妻也就罢了，你为什么要判她死罪？我不同意。娘，这公堂之上，请你不要为难孩儿。我为难你什么了？老夫人，您这是扰乱公堂啊！你是啊。 您可知道扰乱公堂是什么罪吗？原来，彭彭会判陈局死罪，就使你们这些好朋友在旁边怂恿的吧？娘，公堂之上，不可乱说。姨母，不可以的，你不可以为了我伤害你们母子的感情。表哥他。 只是秉公处理，秉什么公，处什么理？律法不外乎情理，难道律法就不讲情、不讲理了吗？娘，律法当然是讲情讲理，但是所谓情乃是合情，所谓理乃是合理。只有不违背人情天理，才是律法呀。娘，如果我轻判了陈局，那我上何以对朝廷，下何以对百姓呢？ 老夫人，大人说的是。承蒙老夫人教子有方，大人十年苦读，皇上垂爱，大人现在是咱三河县的父母官呢。可您如果继续在公堂这么说下去，那大人可就真的上负天子，下愧对黎民百姓了。这叫大人如何是好啊？是啊，老夫人，先我说话比较直，老夫人见谅。但陈局真的犯了滔天的大罪。是啊，老夫人，要不我们先陪您回去吧。 慢慢的给您讲，现在还是不要妨碍大人办案了。老夫人，我先扶您回去吧。这事情的原委，我会一五一十的告诉您的。是我该死，是我该死。姨母，你就不要再为难表哥了。老夫人，您救救小姐，救救小姐吧。 现在只有老夫人您可以救小姐了。如果连老夫人都不救小姐，那小姐就要秋后处决了。老夫人，娘，您还是先回府中吧。好，我回去等你回来。但是，我也请你答应我一个要求，先不要处决陈局，先把他关起来，先别判他死刑。大人，暂且。 就照老夫人的意见办吧，鹏儿，就算娘求你了。
本案案情已经明了，先把陈局打入大牢，暂缓宣判，退堂。 朕刚刚才和内侍商议过如何款待察哈尔王你，怎么这块你又进宫来了呢？启禀皇上，臣回去派人准备君侧，才想起竟然忘了什么。皇上，前年微臣进贡的察哈尔特酿，您喝了之后赞不绝口。这是微臣珍藏多年的御甘露，比上次的还要甘醇，请皇上跟微臣。 此酒甚为浓烈，但入口却是甘醇顺滑，好酒，真是好酒。谢皇上夸奖。小妍子，奴才在。倒酒。啊。恭祝皇上龙体安康，健康长寿。 也祝察哈尔王你回乡之后好好安享天年。多谢皇上。此酒甚为浓烈，朕一杯就足够了。皇上，你就再喝一杯吧。臣即将回乡，再也不能上朝与圣上见面了。 皇上，就替臣喝一杯吧。好，还是让微臣亲自为皇上斟一杯吧。皇上。 请，谢皇上。好，微臣告退。去吧。 皇上，此酒甚为浓烈，您这喝两杯没事吧？之前察哈尔王曾进贡此美酒，朕还和他连干了三大杯，没事的。皇上，那咱们这会儿咱去哪儿啊？摆驾乾清宫吧。皇上有旨，摆驾乾清宫。皇上，哎呦喂！皇上，你怎么样了？皇上。 皇上，小侄子已经去找太医了。皇上，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啊？朕一直觉得晕眩的好厉害。啊，这，而且四肢无力，胸口很闷。
心却跳得很快。皇上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平时您酒量不是很好吗？怎么就喝两杯就晕了？小燕子，奴才在。朕自己觉得好像是中了毒。啊，中毒？哎呀，奴才刚才用银针已经试过了呀，银针没显毒啊。快快去看看御医怎么还不来。啊，这怎么了，小侄子？皇上不好了，奴才刚刚传御医，但是被阻拦在宫外。什么？是谁这么大胆子，敢阻拦御医啊？就是他！给我站住！啊！你们谁也不要动！查尔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怎么闯进皇宫来了？你快点出去！你，哎呦，哎呦！你。皇上，查尔王闯进来了，奴才一直拦阻他，可是皇上他还是闯进来了。皇上，臣有事启奏。大胆，你见到皇上还不下跪行礼？哎呀！太疼啊！皇上，臣腰痛复发，不适合行跪拜礼，请皇上恕罪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，朕就免你行跪拜礼。谢皇上。查尔王，刚刚你才和朕分开，你这么急着见朕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查尔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皇上，臣刚一进城就听到一个消息，绿林劫匪欧阳德、杨香武和黄天霸，他们想对皇上不利，所以臣为了皇上的安危，特地把跟随本王多年的将军和士兵带到了宫内，以保皇上的安全。荒唐！欧阳德等人乃是朕的好友，怎么可能会加害朕呢？查尔王，朕今天情绪不错，不想跟你计较，你退下去吧。小燕子，奴才在。朕要去见皇太后。这摆驾吧。是。放肆！查尔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启禀皇上，本王的忠心唯有天知，为了皇上，请皇上您暂时委屈一下。本王已经派重兵在皇上的寝宫、御书房、养心殿周围以及御花园的长廊都布满了将士，他们会保护皇上的安全，所以这几天请皇上在这儿好好的休息，任何地方都不要去。放肆！你竟敢限制朕的行动，让开！本王不敢，本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的安危设想。朕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朕不想听你在这里胡言乱语，朕现在就要去见太后，还不让开！你，查尔王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，我当然知道。为了皇上的安全，请皇上多忍受一点，要不然，这刀剑可是不长眼睛的，出现问题，我查尔王是担当不起的。你是在谋反！皇上，你此言差矣，我查哈尔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皇上您。哼，刚才你佩剑入宫，朕念在你的功劳上，不跟你计较。现在你又在朕的面前舞刀弄剑的。皇上都说重话了，你们还不赶快把武器放下。
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要好好的保护皇上。除了养心殿和殿外花园外，任何地方都不准皇上前往，为了保障他的安全。听明白了吗？是。皇上，臣告退。 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不要紧吧？没事吧？皇上，朕没事。可恶，真是太可恶了！晚辈欧阳德参见老夫人呐。刚才我的鹏儿跟我说了，欧阳大侠难得你们素昧平生，却肯拔刀相助。 而且又保护我儿多次，甚至我儿丢官，您还进京面圣，我儿才得以官复原职。这样的大恩大德，我替儿子谢谢您了。哎呀，老夫人言重了，老夫人，哎呦呦呦呦，老夫人呐，哪有长辈给晚辈行礼的呀？不客气，我跟彭大人是好朋友，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老夫人您不用这么客气。娘，欧阳先生呢，一向是诙谐惯了。 哦，对了，娘，您坐。哎，您请。欧阳先生，哎，大家坐吧，放心。哎，上茶。是。大人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啊，老夫人，刚才公堂之上多有得罪。 请老夫人见谅。是啊，老夫人，我和二师兄都是在山里长大的，不懂什么规矩，比较心直口快，您别介意啊。你们千万别这么说。刚才我是因为急着护着陈菊，你们再说，我就真的汗颜了。不。哎呀，老夫人呐。 我这师弟师妹呢，他俩在山里头待惯了，没有礼貌。我还要求老夫人一件事儿，请老夫人好好教育教育他俩，回头要能把他俩教育成彭大人那样，那该多好啊！哎呀，欧阳先生，您过奖了。哎呀，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？我说师兄啊，我觉得该管教的应该是你吧。 整天游手好闲、无所事事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大师兄，你也没比我们好到哪儿去啊！整天倚老卖老的，你等着，等我回山里，我告诉师傅，让他好好收拾你。哼！娘，欧阳先生和香武啊，那在江湖上是很有名气的，尤其是欧阳先生，人称怪侠。哦，对了，那陈菊的案子，可是欧阳先生帮我破的呢。 我知道陈菊有罪，鹏儿，真的不能法外施恩吗？娘，我大清律法，杀人偿命。那陈菊犯的是投毒杀人之罪，我怎么能法外开恩呢？哎呀，确实啊，俗话说得好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呀。彭大人能干到今天这个份上，还赢得彭青天的美誉。 这都是老夫人的功劳啊，教子有方啊！哎呀，欧阳先生，言重了。大人呐，一点都不严重。这就是老夫人教子有方吗？是老身不对，差一点儿，我就让鹏儿冒犯了律法，对不起国家，对不起朝廷。老身愿意虚心受教。 老夫人，您的一番话让杨香武佩服万分。
难怪会有彭大人这么优秀的人才，原来有位伟大的母亲呢。是啊，老夫人，我白如霜也从来没有佩服过任何人，像您这么深明大义的呀，我第一个佩服。那是当然了，老夫人啊，一向是严以待己，宽以待人，这一点啊，我是最清楚了。我在这儿要谢谢欧阳大侠，杨大侠和白姑娘这么照顾我们庞儿。哎呀，老夫人呐，以后就叫我名字就行了，这大侠大侠的不舒服。叫我香武就可以了。叫我如霜就行了。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就回房歇息了，你到公堂去忙吧。啊，娘，我已经把秋官留在县衙了，您刚来，我还是陪您一会儿。啊，庞儿，为娘的有个请求。娘，何事？你说，是不是可以让我跟陈菊再见一面，好好和他说几句话？大人啊，老夫人的要求并不过分，就如刚才老夫人在公堂所说，律法不外乎情和理啊。对呀，就算大人判了罪，也得让老夫人安心呐。啊，娘，那这样，明天呢，我让彭兴把陈菊带来见你。嗯。丫鬟，我叫你到北院来还得三催四请的，别以为你帮老爷开枝散叶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我的肚子。少拿你的肚子来吓唬人，老爷和夫人拿你肚子里的孩子当块宝，不过我可没看在眼里，告诉你我不稀罕。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孩子是无辜的，我只求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。你放心，我不但不会伤害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我还会视如己出，好好的把他抚养成人。二夫人，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孩子出生以后，你给我马上滚回老家，到死都不准你再踏进苏家半步。我是不会回去的，我要和我的孩子在一起。这事儿由不得你。孩子是我十月怀胎，是我的心头肉，你为什么要拆散我们母子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个倒夜壶的小丫鬟，天生贱命，苏家容不得你。二夫人，我知道我天生命贱，荣华富贵我都可以不要，我只求你行行好，我求你行行好，让我留在孩子身边吧。把你的脏手拿开。二夫人，二夫人，滚开。你个死丫头，自己死就算了，还溅了我一脚油，这可是我的心血，你不想活了？死丫头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但是苏家的二夫人，我还是老爷面前的红人。你要是敢不听我的话，那就是自寻死路，你明不明白啊？
命苦，我认了。可是我不能帮我的孩子认命。老爷一定还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对，我找老爷去。替马娜好好的教训天霸一顿。喂，小莲，你笑什么？我说的可都是真的。哥哥，我纯洁的像一张白纸一样，当然明白你说的都是真的。你可真的是为了黄天霸才出宫来的，找那么多借口。不是的。不是这样子的，我好啊，小莲，胆儿大了啊，敢戏弄我了？我可是一天不教训你，你就皮痒痒，看我不好好收拾你！不，公子，公子，我知道了，你出来要找黄天霸，是因为你要问他为什么不当额驸，是吧？我都帮你准备好了，你先坐下来啊。嗯，准备好了？要准备什么？好了。哎呦，你到底在弄什么东西啊？警告桃夫黄天霸，若不赶紧出面解决，后果自己负责。小林，哎呀，不能撕！哎呀，不能撕！干嘛要画那些东西啊？你知不知道，那画是我花了很多时间，找了很多人，花了很多银两才画出来的。你画那些东西干什么？我不喜欢。哎呀，那黄天霸他不声不响就那样离开了，连声招呼都不给你打，他这样是不是很过分呢？是过分了一点。对呀，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，问个清楚。可是我们现在四处找，怎么找就是找不到他呀。所以我就想出了这个好办法，把那图啊张贴在大街小巷，这黄天霸一定很快就会出面的。就算你要张贴，那你也不能说警告桃夫啊。为什么不行啊？你都已经认定黄天霸是你的额驸了，所以当然是警告桃夫。哎呀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要撕掉它。哎，不能撕。为什么不能撕啊？你就算撕了那张，我包袱里面还有很多张。好啊，小莲，给我拿过来。不拿。拿过来。我不拿。你等着，你等着。想不到福郡王狼子野心，竟然叫人假扮欧阳德、杨香武和黄天霸来行刺查哈尔王。
故意嫁祸是皇上要杀察哈尔王，借此让皇上和察哈尔王两人反目。察哈尔王如今占着皇宫，软禁着皇上，这该怎么办？王爷，怎么了？在想什么事情？没想什么。王爷笑什么？本王觉得你比真正的蝴蝶还要漂亮啊。你现在是清新脱俗，长得这么漂亮，武功又这么好，如果你愿意，本王就娶你为小妾。嗯，王爷，蝴蝶过来是帮王爷的忙的，其他事情请王爷不用多想。怎么，难道福晋王让你们来不是服侍本王的吗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王爷好像有36位妻妾，难道还不够吗？再说了，难道王爷您认为全天下的女人都要依附男人才能生活吗？哼，你好犀利的一张嘴呀。不敢。蝴蝶倒是有一件事想请问王爷，囚禁了皇上之后，王爷您打算怎么做？哼，软禁玄烨呀，是我跟福晋王共同的计策，现在计策已经成功，就等福晋王共同跟我商议。商议之后呢？你们要把皇上杀了吗？哼，玄烨那小子现在他已经中毒，没有我的独门解药，他会渐渐的萎缩，全身乏力，终日都躺在床上，慢慢的他会昏死过去。所以杀他和不杀他现在就不重要了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皇上？我说蝴蝶，本王问你，你在福晋王那里究竟扮演什么角色？王爷，他扮演的角色和我一样，都是福晋王身边的护卫。我这个妹子可是心高气傲的，王爷你可别跟她计较了。哦，我可以不跟她计较。那么景无娘你哎，王爷，如果你也要九娘陪在你身边，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不过听说你在察哈尔境内有36个妻妾，人家可不想做你的37个。如果这件事本王办成功了，那么我来到中原，你将是我在中原的第一任妻子，这样行吗？行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人家可是要有个要求的。有什么要求？只要你替我在中原盖一座漂亮的府邸，那么九娘我就当天嫁给你，做你中原的第一任妻子。绝对没问题。那个福晋王什么时候来？啊，我会让蝴蝶回去禀报福晋王的。嗯，好，本王还有事情，你这让他快点过来。嗯，嗯。九娘，谢谢你刚才帮我解围，可是你真的要嫁给他吗？想得美，我怎么可能嫁给他？其实我心里早已经有人了。那你刚才为什么要答应他呢？你不明白，我深受我义父的养育之恩，我必须报答他。可是就算要报养育之恩，你也不能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做儿戏啊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苦衷，
不像你这么幸运。舅娘，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，我知道你是个性情中人，可是你看察哈尔王和伏击王所做的事难道是对的吗？他们下毒要谋害皇上，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皇上被他们……嘘，这里说话一定要小心。我刚才说过了，除了去找伏郡王外，还有一个人你也得去找，只有这个人帮忙才能解决这件事情。谁？欧阳德。冤枉啊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，何人竟不喊冤？大人，冤枉啊。我不是大人，起来说话。大人，求你替可怜的蓝皮，还有他没有出世的夭折的孩子做主啊，大人，做主啊，大人，求你了，大人救我，救我，大人救我！你这个该死的东西，别以为那贱丫头得了势，你就跟着鸡犬升天了。我没有。老爷是怎么交代的？家里的事不准出来张扬，你还跑到这县府大衙来大吵大闹，你是跟谁过不去啊？可是我每天晚上都梦见来平哭着跟我说他好冤呢。叫你别说你还说，我打你！住手！怎么了？你心疼了？你是他的情夫还是什么呀？我打我们苏家的丫头，你管得着吗？叫你住手没听到啊你！哼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苏家的夫人。这丫鬟是我花钱买来的，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你管不着。这姑娘在外头击了鼓，喊了冤，她的事就是县衙的事，我非管不可。我听说这个县太爷不畏强权，我看对事不如少一事。哼，我苏夫人想干的事儿，谁敢拦？拿下！是。哟，好大的胆子啊！我苏夫人要干的事儿，你们也敢拦？你知不知道我家老爷苏耀祖是什么人呢？我们家老爷在朝廷是有靠山的，而且这个衙门也是我们老爷出钱盖的。苏家的人，你们得罪得起吗？你们苏家势力有多大我不清楚，我只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们如果敢伤害这姑娘，我就依法行事羁押你们。对，谁敢动我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拿下。谁敢碰我，谁敢碰我。你们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吧，看你们这身穿着打扮是一伙的吧，不过就是衙门的看门狗，没资格抓我。你再口无遮拦，我对你不客气。有本事动手啊，我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，你们还有里边那个戴乌纱帽的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来啊，动手啊。怎么怕了吧？知道我们苏家家大业大，你惹不起。等等，你误会了，这位兄弟不是胆小怕事的人，他只不过是怕那个戴乌纱帽的没胆。现在做官的都是谋官如虎，得官如鼠，有几个有胆愿意担待事情。你倒是个明白人，看你这身穿着打扮挺体面的，应该也是衙门里的人吧。我记住你了，以后有机会啊，我一定让我们家老爷好好的提拔提拔你。至于这只看门狗，我不想再看见它，就交给你处理吧，我还有重要的事儿要办。月儿，把彩儿给我带回去。干什么？我不要被苏二夫人带走，如果被她带走一定会被她打死的。大人，救救我。救谁二夫人呢？
嘴贱的丫头，你偷打！你不许动手！又是一只看门狗！带刀！站住！又有什么事儿啊？有谁让你离开？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刁蛮泼辣的妇人。县衙门前，你居然敢恶言恶行，如此飞扬跋扈，可见你平时是如何的作威作福。哼，给你几分颜色，你就给我开起染房来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惹得起吗？大胆刁妇，你居然在县衙堂前敢口出狂言，本官今天若不将你惩治的话，恐怕三河县以后便没了王法。对啊，你说什么？没了王法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你是说我们造反了？没错，就是说你造反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在你面前的就是三河县县令庞大人。就县令庞大人。少镖主回来了吗？我们少主还没有回来。怎么还没有回来？京城离这儿又不远，何况他早就出宫了。他不回来，他能去哪儿啊？少主的事我们无权过问。哼，问了也白问，浪费我口舌。哼。他会去哪儿呢？哎，你看吧。我就说他不在，他当然不会见纯贝勒了，但他肯定会见我。哦，哎，你去问问看就知道了。哦，去。哎，你去告诉那个黄天霸，少镖主还没回来。